为了找到狗狗拆家的证据，我布下天罗地网。我去，谁干的？别装了，你们两个，谁干的？不认识吧？查监控。拍到，挡住了！我靠！自己狗床都咬，到底是谁咬的？啊？是不是你？还是你？都不承认是吧？行，别让我找到证据。走开吧，走！这玩意当遥控车玩也可以。爸爸，爸爸，还可以这样子的，还会给你磕头的，你看。给国庆磕个头吧。喂 ，Hello，Hello， 这下看你们还敢不敢躲起来干坏事。嗯，我出去，我没那么快回来哈。丁，你干嘛？我劝你拆家。丁，不可以。丁龙。月饼拆家我不意外，我没想到国庆还拆家，都多大了，都快六岁了，你看拆成什么样。晚上，晚上十分钟啊，不许动啊。两个拆家没得吃。
Thank you.